谢谢。叔叔，这杯茶很好喝。那我再给你一杯更好喝的。你知道你刚才喝的是什么吗？它是100%放养的豆鸡，它是纯的豆鸡精，它有23种的氨基酸，零抗生素，零成长激素，低脂肪。豆鸡放养不是会打架吗？现在我们已经克服如何不会打架了。叔叔，是公鸡好喝还是母鸡好喝？当然是公的豆鸡比较好，目前我们以公的豆鸡为主，因为我们公的豆鸡它的饲养过程都要超过1年以上。原来如此，谢谢叔叔。每天喝这个豆鸡精，提升你的精神及体力，再搭配每天的固定运动，对身体健康会非常有帮助。